兄弟们，下不好的下不高的鲤鱼啊，这一条啊，往那上照一下来，这两条，大一点好，两条啊，三条，三条啊，四条，我操，四条，一个生鱼，也都是野生的啊，一个鲫鱼，然后呢，把鱼挨个照一下，呵呵，然后喜欢搞鱼的咱们平时来多来974频道。搞鱼、搞龟、搞甲鱼，什么都干啊！想养鳄鱼的也可以，家里养的也有鳄鱼，没事常去玩的啊！大把的鱼，年年有余，年年有余。